说，这个景点呢是峨眉山十景当中最美的一景，叫双桥之一。上面那一两座桥是上面的那个宋代古桥的遗景，而中间那个亭子呢叫流心亭。流心亭的意思就是说，这里的水声呢可以洗掉像流星一样的烦躁不安的心情的人。那么这个景呢，也就是我们峨眉山山水画线的代表。它这里呢是有亭台楼阁，是全国最罕见的山野佛寺园林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《白蛇传》故事，也是发源于峨眉山。传说白蛇跟青蛇原本在峨眉山修炼，他们偷偷下山到杭州西湖游玩，在一场风雨中结识了许仙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就发展出家喻户晓的《白蛇传》故事。名叫前流心寺，最后到明代的时候，广济禅师他就根据寄人的诗句，何地思雨水，山水有金，意思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不需要用丝和竹的琴声来弹奏，因为这个地方的水呢就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，所以取名为金阁了。